因为我刚才没有很认真的剪吧。好了好了，对吧、啊？好暗哦，超级黑。没事就一一的按。下雨了，完蛋，快回家。大雨了，又湿又冷。哎、欸，你们别跳到湖里啊！哎、欸，这没有用。没有，这没有用。嗯、那些篮子都没有用。哎、欸，很近哎、欸，已经看到。哦，听到声音了，到家了。在哪里啊？从右边来的吗？哎、欸，右边。右边。右后方，我们后方。哦，他在我们家。欸、我们家沦陷了吗？三只、哦，好多。先把火点起来。欸，有一只跑去湖里面要。后面，豆豆。哇，我不行了，你躲，我还有啊。我、哦、换我不行了。去吃饭，太冷了。这边是不是可以盖个天花板啊？你说萤火这边吗？还有。哇，这么大声！踩到乐高。去里面考，繁星，怎样？是怎么了？超好笑的。我长怎样？你截图给我看。我截在哪里啊 ？DC 也可以啊，就 Printer Screen 啊。嗯，听不懂。F12右边那颗键。啊。贴小画家吗？也可以啊。不要啊，直接 DC 贴上去就好了，DC 可以。又在叫叫叫！我要贴这里吗？哎、欸，哪里可以？一个紧致符号的都是可以贴文字的。讨论区吗？好啊。你怎么穿了？哦，对啊，这就是那个啊！你怎么现在才看到？很飞旋呢。你们要不要进来啊？哦，好。忘了我们家有一个好。啊、我打掉了怎么办？完了，你看，战犯，你进来，战犯。抱歉。我以为是要睡觉哎、欸。啊，取暖啊。这什么啊？哎哎哎！我刚观众教我的，你拿着弓箭的时候，你低头按 R， 箭就会换了。啊？有没有？如果你刚刚捡到那个箭的话、嗯，对，我记得以前好像会换，现在忘记了。可是好像没有什么差。比较厉害的箭吧，阿呆。踢个腿，要睡觉睡到早上吗？哪边漏水啊？楼上啊，楼上怎么漏水？是吗？我看到湿湿的、欸，湿湿的，地板湿湿的。你怎么看得出地板湿湿的？看到一个白白的痕迹啊，那不是光吗？是吗？对啊。哦，要冷死了！远离这个火堆，你又湿又冷。干嘛？妈妈去睡觉。好。是这里睡觉哦，不是现实睡觉。
看起来是不能睡了，叫成这样哎、欸。可是这个声音很常听到哎、欸。啊，成功了，然后就还没在附近。安然的到了早上，那我们哎、欸，我记得我们之前去地底的时候，不是都有带那个扔的那个火棒吗？荧光照明弹、啊。荧光，哎呀哎呀哎呀，是不是要做一点那个啊？那怎么做啊？那个剪的，那刚刚有剪到啦。你说燃料罐吗？照明弹。嗯。照明弹，你刚才有剪到，我怎么没有看到？有啊，我刚刚有剪好多。是什么？再做一个火坑吗？是中暑。我只有很多的苏打水哎、欸，我没有火，我没有那个呢。看来你没有很认真剪哦。我觉得我很认真了啊，真奇怪。好吧，我要来种种田了。这怎么一个兔子的头？种田需要什么？种田需要六根木头，原木。是要跟人家开门啊？要帮我开门。嗯。这是什么啊？哎、欸，树是不是在重生了啊？有，我感觉。有哈。有破叶就会重生了。没有没有。没有，我们刚才发现我们没打开。对。自己的怎么？对啊，都过这么久了，怎么还不长大、啊？我经常它怎么说？我听到有人在嗯嗯叫呢。嗯嗯叫。嗯嗯怪。哦，好大声哦！听到、欸？超大只的，两只哎！哪个沙琪玛吗？两只，对，沙琪玛。哎、欸，好哎、欸！我没来来，开门，帮我开门！开门！哎、欸，我们的车被打掉了！开门！他 tank 哦、喔！他 tank 哦、喔！你要开门干嘛？我要进去！去！为什么你要进去？他要进来我们家了！我们要出去打他们吧？我冒一下，好，我抱着要躺的准备了。哇，痛！我画面黑了，橘、啊、你是不是倒了？我死掉了！哇啊！我倒了！我要做一个长矛。我倒了！我不！啊，我记得这个，我不要。哎、欸，他乱我。我是不是没记录啊？超远的，完了，我知道往生了。记录会死在那边吗？我死了会回去飞机上吧？对啊，好远哦。等我，你等我。好，我等你。你不要去，你不要去。好，哎、欸，我被拉起来了，举过来。啊？什么？我被拉起来了。我的剑王，我身上一堆我的剑。哎、欸，可以来救我吗？拜托，拉一下好吗？不是，我怎么拉你啊？我还在附近跟他玩呢、欸。你先拉他。我们把他拉过来，你们去。怎么拉？怎么拉？教一下。死了！哎、欸，怎么只剩衣服？啊，衣服。是吧？哎、欸，梅子嘞？没有死了。哦。来不及了。那你跟橘一起回来吧。你们先别那个，先别砍爆他们，等他们回来剥皮。哎、欸，这个是个别的啊，不会不见啊。梅子，你有看到我的名字吗？好吧，等他好了。我怕你砍爆了皮就不能剥了。没关系，我收集一下东西。
那我先走咯。哦，你是说把它分尸是不是？对对对对，先别分尸。快乐吧，太弱了吧，走个路一直喘。跟我很像啊。啊！嗯，我从高地摔下来，然后就死了。你又死了？你们在干嘛？我看到有一只冲过来了，我先把门关。大小，大只小只。小只的。欸，敲门，他敲门。行，这不能忍。欸，靠，不行啊，三只啊。一起一起，哎呦，没事啦，没事没事。不叫同伴。呜、哦！你干什么？臭家伙！你在修修吗？对啊。我变得好那个哦，怪哦，那个，对啊，完了，我又要死一次啊！怎么了？因为我旁边有一只野人，跑跑跑！你手无缚鸡之力吗？对，没有错。地上随便捡个木棍开始揍他。哦，他跑掉了，他没有想理我。你快来，你快来，我去找你，我去接你。梅子这边，梅子这边。这个这个，快，趁他还没消失。哎、欸，我真的很累个哎，我们。你不用回头，往前走。嗯、小孩子才回头。什么？我怕后面有人偷袭我、啊欸。你怎么变黑人了？你刚刚还是干嘛啦？讲你黑人就打我。没有，我要捡那个，这是什么？不是，这是抹到那个抹到泥土。哎、欸，真的很累个，被妈妈。我要吃的。不然你俩重开啊。小鹿哎、欸，好好好，你先走嘛。哦好，我先去拿我的尸体。不是不是，尸体不重要，重要是那边有两个口香糖可以扒。可是它不见了、欸，它消失了。口香糖没了吗？对，没了。加里加里加里，加里加里，我看到好像他们搬进来的。加里两只，加里两只。哦哦。哇，口香糖没了。没关系。哎、欸，你们后面还有慢慢走的哦。哦，跑了跑了跑了。哎、欸，还有人看我们那个墙。这家伙。等你们都回来，我存个档，然后我把游戏开好一下。我的妈，有一个那个，哎、欸，局回来了吗？到了，回来了。那我把门关起来，关不起来，关起来了。我是不是先那个、啊？我先存个档，我要存档吗？要，我们都要存档。先存档再。安安安安安安，今天。哇，鱼腐坏了，不能吃了。没关系，外面还有得吃。进来存档。你们都存好了吗？我存好了，还有谁没存？小心。有，我存好了。梅子。好喽。关喽。好喽。猫，啊，多多自救团呢？我来吃面给你们听。不错，哈，你自救团吗？有啊有啊有啊。啊，想说你刚才看你在外面，没有，哎、欸，我在里面啊，在里面。
我的腰啊！哎呦，我的腰刚发出了噼里啪啦的声音。来，感谢火焰超级留言，想必嗨。嗨嗨，感谢。等一下，这里。这个拿去洗，放好久。哎、欸？嗯，橘嘞？我没有橘的是新朋友吗？我没有上线啊，我可以自己加入，放心。好好好，我都自己来。那我们就开始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哎、欸、哎、欸，为什么我按开始的瞬间没一只小的？好，我在啊。好好好好。来啦！好，会累个吗？好。你那件比较热，好像不会喽。哦，所以把那个动作模糊关掉。动态模糊吧。哪里有动态模糊啊？动作模糊啦，在图形里面，图形的右边数下来第四个。对啊，把它关掉。这是先围花圃了。哎，我们的食物都要没有了哎。对啊。围墙旁边还有一整排。哇！哇，树都长大了，太棒了！可以做那个了吗？平台。做什么？我想做。哎、欸，我好不做，怎么了？没关系。没关系，说啊，我刚刚没听到。树屋吗？算了算了，不用不用不用，因为我们应该里面的树做就好。就做那平台，然后可以在外面就是。哦，你因为你湖旁边还有一个啊，还没长大。是，请说。没事，没事。哎呦，怎么在后面？好，这交给我了，我跟他们玩。来呀、啊！哎、欸，你怎么打一个？我生气哦。画孩子哎、欸，食物渐渐的消失，这些食物都变得日渐的宝贵。有了有了有了，我在捕鱼了。刚不是有五六只吗？没有，刚刚因为你重新开始，尸体都不见了。哦、oh. ，而且我刚刚只剩下一格血就出去跟人家火拼呢、欸，我是白痴啊！我靠！你烧我们家！你烧我们家！你烧我们家！
梅子宕机了。哦。他宕机在水里耶。我想说他为什么在水里呀、啊？然后想说他该不会是就是想要，就是你知道，尿尿不会被发现，没有对路对路来个什么出其不意的攻击之类的。哦，不是因为要尿尿不会被发现吗？也不是。你们几点要休息？几点要休息？看你们啊。我们至少先摸个洞穴吧。对啊，我也这样想。我宕机了，是你在鬼叫吗？繁星是叫的不像吗？我觉得我演的很像了、欸，怪真的、欸，为什么？烂陷阱！他以为你是那个、啊、同伴，乖乖乖，他要猜了，他跑进，哎、欸，我在打鸟，又没有在打你，你真的是臭八七耶、欸！我的陷阱，哎、欸，在里面，又在哦。沉下去了。哪里？我中陷阱。不会中，你骗人呐、啊！哎、欸，又一只进去了，转进去，转进去，转进去，罗朵米奈、哦。他要干嘛？他想干嘛？我不知道。在干什么？很会哦，在转啊，在转啊、欸。他好被烧过哦。真的很会，真的是很会哎！你不要鼓励他好不好？不是，他好像被烧过哎。为什么他刚直接穿过那个哎、欸、木棍绊倒那个陷阱，然后没有任何用处吗？我木棍有没有掉下来啊？你听我刚刚那么神奇绊陷阱，看着这些衣架被挂满，就有一种无比的安心感。跑了，可恶！石蜥蜴跑了，繁星。为什么？又一个。跑太快了吧？那很超难抓的。哎、欸，又可以装个水袋耶！我做好了。哦，对呢。怎么做？一个两个鹿皮加一个绳子。你有鹿皮吗？你有吗？
有。然后我有水袋。装备。A C。装水。好了。那怎么喝？就点它右键啊。哦、oh, ，真的呢。哦、oh, ，水袋在哪里？哦、oh.。我要怎么看？我先我看一看我现在人的状态是怎样。我现在受感染，我吃了一个芦荟。芦荟吃得饱吗？他是说吃芦荟治疗。我好了，我治得很好。那看自己感染没有、等一下，我问你，你们的神智是几趴？神智在哪？我看一下。哦，打开 B， 然后按从右边选第四个统计资料。还在登录中。你都没吃人肉是不是啊？94哦。对啊。我零呢、欸。我37，就吃人肉就会这样啊。我可是我又吃，但我没有一直吃。B 吗？还是要混着吃啊？看哪里啊？ B? 你要按什么？你要按啥 ？B。看神智哪里啊？右边出来第四个。书打开右边第四个，然后左边个神智。你要找啥？对。好我神智100哎、欸。因为你没有那个啊。目前感觉痛楚。痛楚？你是中毒了吗？不知道啊，你要下面有红色的字啊，那是现在的负面状态，如果有的话，你说渴了这件事情吗？你赶快去喝水吧，你。哦，回家。我做一个芦荟种子。谁这么崩溃？发生什么事了？生气啊！不要生气！不要生气！没有没有生气，我在丢木材。哎呀，没有打到那只兔兔。哎，你们没有做木袋棍那个木棍袋吗？没有呢。那个要兔皮不是吗？两个绳子，一个兔皮跟三个布。你觉得那个东西会在我身上吗？我不知道啊，可是我想说，如果有的话，收集物真好用。兔皮在哪？兔皮这边一大堆不是吗？很多肚子啊。抓一只掐死就有了。要干嘛？做木棍袋啊。木棍袋啊，这样木棍可以拿。掐死啊！怎么掐？拿那个。会抓在手上啊。不用，不用，不用。你直接，直接戳里面是不是？你按一、啊，然后它会抓在手上，然后你再按一，它就卡死了。不，画面太残忍了吧？没看到？不对、啊，拿在我手上了。对啊，然后你再按一次一，它就死了。哇没有呢，我杀了。兔子不见了、欸，哇塞，被我拿走了，你拿走了是不是、哦？我听到了吗？那一次攻击就好了。这里啦，凡西走开啦！不是，刚刚有一只兔子从你们那边冲过来，我想说这边怎么了？你想救它是不是？有声音！我杀了你们！有声音！好残忍啊！这个要干嘛？我怎么知道你手上那个要干嘛？你不要拿给我看呐、啊！给我！给你！你走到我这边来给我看。这里。哎，要两条绳子，我只有一条。没有人要拿它吗？淋雨前走了，把它拿去晒啊！看我的，没有看吃不下了。木棍袋要两个绳子哎，没事了，没事了。两个绳子，那我们等一下再去捡啊！我刚刚，因为我们刚刚重开了嘛。还有小石头袋，
好多袋哦，箭袋、啊、我们应该要先做个箭袋，我也这么觉得。只好让他们生更多图。玩到几点？大概一点多以前吧，因为他们说看完洞窟就去休息了。诶、欸？家里有鹿欸，对啊，我可以把它干掉吗？嗯，萤火怎么不见了？萤火一言难尽。法信你好残忍！哇，那个掐死兔子更残忍吧？原来你是这样的繁星。怎样？我要把兔龙回了。我要救救他们！不行，不可以！你看我多生气！刚鹿经过就杀了鹿，现在蜥蜴经过就杀了蜥蜴，谁再经过我试试看？那我经过你敢杀我吗？我杀不死人啊！杀不死啊！我要来煮水了。哦，林雨现在有沙琪玛跟婴儿了。林雨，你来的正好。这个时间点。刚刚有去地洞哦。没有，我们正要去。OK， 那我装备整一整。真的去 happy happy 了。哎、欸，我没有，我刚是我在想说，那个 我们没有那个呀。来给你，来给你。我们没有那个叫什么？给你肉肉锅。荧光棒啊。对吧？丢了汤呢？我丢了肉跟蜥蜴进去。大家先去装水。他装了、啊。有吗？刚刚不是有装水吗？怎么 on fire 了？你没有，你还在烧，你要死、啊！没有，他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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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怎么看他还在烧？好了，好了，好了。哎、欸，举好了，东西好了，你可以吃了。上个厕所。我再去弄水。我看里面没水啊。对啊，我昨天也是看我的里面没水啊。别人看就有是吗？可恶，不能推玩家，不然就把多多推下，推到火坑去。小火气。你回来了？还没吧？听错人啊。还是我在旁边，他踢一个火堆。鹿头没办法丢进去烧哦。他只能当战利品。他这样很烦呢、欸。去。他自己不见啊。欸，那边好多僵尸哦。哦，不是僵尸啊，超多的。阿拉花瓜。欸，两只兔子跑过去了，繁星，你是偷放兔子啊？没有啦，我很想啦。其他只呢？在外面走。欸，我打。你是打兔子？我打野人打到兔子怎么